大家好，我是宝妈，欢迎收看今天视频。今天刚刚把客房所有的那个床单、被套、枕套全部擦来洗了一遍，现在我准备拉线，把它晾在院子里，因为楼上已经不够晾了。这一桶已经晾完了，还有一桶还没有得洗，因为洗衣机放不下那么多，等一下再晾。这个防水的都脱不了水，每次洗都要翻两面来晒。趁着今天有点空，做点馒头来吃。按照表妹上次教的方法，我把那个泡打粉全部改成酵母了，看一下做出来味道怎么样。这样算不算三光？面光、盆光、手光。好，给它发酵。不满两笼，我来呀！吵死了！干嘛这样滑的咯？等一下那个头撞下来。你这样怎么滑？挺好吃的，就是面揉的不够光滑，拿去给他们吃。起用，哦，跟你。阿荣，馒头。嗯。嗯，这次比上次好吃了。这是什么？馒头。好吃。肯定比上次好吃。从来不喜欢吃馒头，我也好吃。是吧？嗯，好吃。香。嗯，对对。然后我放里面啊。嗯，可以啊。感受不好吃吗？要睡觉了。馒头，来，看你们分。做的不多，
做的多，蒸笼也蒸不了这么多。你要吃完了不？不能浪费不？你吃多少就要多少啊！不要丢吧啊！牛姑，你不吃啊？蛮好吃的吧？哎呦，小馒头妈妈做的不？好好吃的，快点！看，看看，好看。钩鸡。钩鸡。嗯。好吃吗，乐乐？好吃啊！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你醒了呀？换衣服了不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吃馒头吗？啊？给爸爸吃吗？乖乖，哎呦，你这么大口啊！找你了，找你了。怎么喷得那么快？我又得一个包，你又得一个包在这里。我妈妈又吃一口啊！我不吃啊，我吃两个啊，再吃都吃不下饭了。感谢收看今天视频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给我们点一下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